这烤棉花糖居然能脱膜还能拉丝，这也太馋人了吧。我也要吃。买回来了韩国小哥哥的同款棉花糖，咱们开始烤。哇塞，这个大棉花糖像大馒头一样，感觉好有食欲，先给它穿起来。还有一袋小的，它已经粘到一起了，看这一袋咱们放到烤箱里去烤。哇塞，一整块。把这一盘小棉花糖放进我这五手烤箱里去，给它烤起来。这个在这儿，咱们烤起来。别给我烤糊了，我去，天哪，这火好像有点急呀、啊！天哪，糊了。这个已经烤好了，咱们看看能不能脱膜和拉丝。哇塞，还真的可以脱膜呀！挺甜的，但是咋有点糊的味道呢？有点苦。这个也好了，咱们来尝尝这个看怎么样。哇塞，好好吃啊。真是 YYDS。